喂，星城，喂，沈曼宁，沈曼宁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我在一个货车里面，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。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好像是之前那个绑架我的黑衣人，他把我骗了进来。 沈曼宁，你听清楚我的话，不要做无所谓的求救，消耗体力，把你的位置供讲打开，保存电量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我会来救你的，听到了没有？回答我。听到了。沈曼宁，喂。 真是。
靠近些，只一些，就能够解开了这眼。谁的途中的我选，谁的孤寂在重演，结局早已失去了能力改变。来势汹汹的危险，冷静坚定的双眼，只迎着一道光线，划破了三眼。光线来自黑暗的右眼。当折磨模糊了边界，当纯白沾染了黑线，当两个我完成了交接，无法停歇。谁的平静欲感到威胁，谁眼里泛起云波诡谲，谁发誓要不顾一切的慢牛暗涌在拒绝。妈妈，一个时间点慢牛，不知不觉的以为脱身。李帅，下面海滩，快点。叶星辰，叶星辰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叶星辰，你快醒醒！医生，护士，星辰，叶星辰。叶星辰，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刚刚方想和元帅本来在这儿，
被医生叫出去了，你没事吧？你可以走了。走？如果我们订婚，那我就是你的未婚妻了。你现在出事了，我怎么可能走？叶星城，你不能这样。医生说你还需要镇定和观察。走开。叶星城，你有深海恐惧症对吗？医生刚刚说你惊恐症发作，你呼吸和心跳都差点停了，你怕水，你为什么还要跳下去呢？和你有关吗？当然有关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让我哥把这医院锁了，你别想走。我要救他。救他？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了吗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比自己的命更重要。曼宁，你醒了，你能看到我吗？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你先别动，医生说你体温低，又呛了海水，要好好休息才能恢复。曼宁，我没事。你要找什么？手机是吗？美娜已经拿去帮你修了。好，谢谢。不过，谁救的我呀？我掉下去的时候，好像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是不是很多人救了你？消防、海事、急救、警察，大家一起救了你。刚刚警察已经来调查了整个事故，在你的那辆货车，司机是无意的。撞上来的车也是个意外。至于把你引进后车厢的那个人，我们会继续调查下去的。原来是个意外。但是我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千万不要随便的追上去，要第一时间报警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和医生说一声你醒了，请他们来看看你。
林总监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在哪里啊？在忙吗？在庄家，还是在公司啊？有什么事吗？没有。等一下。是因为昨天你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你会来。我很忙。你是在忙，你是在忙公司的事情吗？还是在忙蓝海和流光的联姻啊？你怎么想都可以。
是吗？看来我真的是打扰到你了。不过，今天晚上的星星真的很漂亮。我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么清楚的星空了。启明星，仙女座，你知道吗？仙女座中间的那颗星星是粉红色的，听说一起看到的情侣就会一辈子都在一起。看不见，是吗？我也看不见。有的时候，人跟人的缘分也就这样吧。叶星辰。哎，小姑娘，帮我捡一下。哦，好。老板。哎。你朋友这手机啊，全都泡烂了，换主板、换屏幕，至少3000起吧。3000？这么贵啊？都泡烂了呀，得换。啊，我看看。老板，这不对吧？这不是我朋友的手机啊！我朋友手机没这么旧的。哎，这明明就是你拿来的手机啊！这就是你朋友手机。哎，那个才是我朋友的手机吧？你怎么这样？把手机给我！哎，你修不起，你别修了，好吧？我不修了，把手机还给我。哎，修不起，别修了。哎，把手机给我，不修了，把手机还。干嘛你？跟我走！别走！你们别走！干嘛？元帅，你刚太帅了，就刚那一拳，唰唰唰，保证让那个店老板能记一辈子。哎，那我呢？元帅，你以后就陪着我呗。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了。哎，明明是我先去的。嘘，元帅，你跟我说说话呗。你别不理我啊，你理理我呗。
你别不跟我说话。饶美娜，你们想问什么？你先说。以后别再跟着我了。元帅，包括你，关我什么事啊？需要我讲清楚吗？我对你没有任何兴趣。元帅，别这样说。我就这样，以后别再跟着我了。别难过，不就是个元帅吗？我帮你追他。你帮我追他？嗯，我和他兄弟十几年了，他喜欢什么，他不喜欢什么，我闭着眼睛都知道。真的？真的。嗯。辛苦你了，为了我的订婚耳环，还亲自跑一趟。你真的确定要跟他订婚吗？什么真的假的？难道媒体发出的舆论通告你没收到吗？今天晚上欢迎来我的订婚典礼。难道你就这么轻易地把你的人生交出去吗？你明明知道他一点都不喜欢你。林慕凡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今天晚上就要订婚了，你告诉我说我的未婚夫一点都不喜欢我。我有说错吗？你亲眼看到的，他是怎么对曼宁的？我看不到。他宁愿自己死了也要救曼宁。严星城这个人，所有的话都藏在心里。但是他做什么，是从来不会骗人的。他不喜欢你，他爱的是曼宁。我不想再跟你说任何一句话。唐林，你应该值得更好的人生，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更温暖认真的人生，而不是借由别人的爱情，成为别人爱情的绊脚石。唐林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曼宁啊，你休息一下吧，这些东西不着急的。没事，阿姨，马上就做完了。还是你懂事儿，我们家那个丫头啊，要是有你一半好就好了，我就不用操心了。谁在说我坏话？你是又回来偷吃的吧？我赚的还没有你吃的多。偷吃？我不吃，怎么长得比你还高呢？臭丫头。嗯，你真好，辛苦你了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我要加班，不用等我了，不回来吃饭了。嗯，还有手机和干洗的衣服我已经放家里了，回头记得收起来。好，我走了。怎么了？还有什么事情？没什么。今晚乖乖在家里，不要出门，不许乱跑。嗯。
我这走了。在马帆游轮上成为世界游艇楷模的王顺友，在太空中遨游5天5夜，再次见证中国实力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今天公司也没什么事，跑了两趟，我就先回来了。那我先去做饭。哎，不用了，待会儿李慧清阿姨上来以后，咱们一块儿做吧。哦，也行。那我把衣服收了。蓝海逸星集团新任 CEO 将在今晚与刘光集团千金举行小型订婚仪式，典礼将以非公开形式举办，将只邀请近亲好友几十人参加。我将发表本次结婚纪半年内两场订婚宴，咱们庄家还真热闹啊！你说话不好听，少说两句。哎，外公，你可误会我了，我这分明是好意啊！您看，我还特意准备了一身最好看的礼服，来给我亲爱的表哥助助兴。这个颜色真好看，可惜上次。出去。好。他宁愿自己死了也要救曼宁，他不喜欢你，他爱的是曼宁。你值得更好的男人，更温暖认真的人生，而不是借由别人的爱情成为别人爱情的绊脚石。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比自己的命更重要。老大，时间到了。老大，走吧。沈曼宁，你听清楚我的话，不要做无所谓的求救，消耗体力，把你的位置共享打开。保存电量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我会来救你的，听到了没有？喂，曼宁。喂，李慕凡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，你一定要真实的告诉我。你想问什么？只要我知道的，我一定都告诉你。那天大桥上，那次车祸，到底是谁救了我？
啊，是你吗？曼宁，我请你回答我是不是你。曼宁，我上次都已经和你说过了，是大家一起救了你。海事局、消防中心、警察，还有急救，是严星城，对吧？曼宁，你听我。为了家族和公司的利益，跟我订婚，你不觉得牺牲很大吗？如果我还有别的选择的话。你有。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以你的能力，你一定还有其他选择。你真的要娶我吗？这是你亮出底牌的最后机会。如果没有人反对他们之间的爱情的话，我反对。